今天来是要告诉你。不要说了，我都知道。你是不是要告诉我说，你不会跟江永离婚？你妈她也不喜欢我，我永远都不要想进你们的家门，对不对？这些都并不重要，只要你对我是真心的。时间可以改变一切啊，怡君。从男女朋友到夫妻，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不配做你的妻子？这并不是配不配的问题，而且我今天也不是来和你讨论这个问题。我只是要告诉你，我们必须要分手了。可伦，这不是你心里想要说的话，是不是？你曾经告诉过我，是因为我爸爸骗了你，我结婚了，所以你一气之下才娶了江艳荣，对不对？这是事实。可是你并不是真的想要娶她。但是我必须要为我自己做的事情负责。那我呢？你很清楚我的家庭，我妈妈，我姐姐妹妹，他们对不完整的家庭都心存畏惧，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继续交往下去，我会因为他们的不谅解而失去他们，但是这并不是我想要的。因为我不能离婚，所以我们这样继续下去，你虽然付出了你的全部，但是你得不到完全的我，而且这样对艳荣也是不公平的。那你是愿意牺牲我了？也许被牺牲的不止你一个。郑可伦，这件事情我不会让它这么容易就结束。老奶奶，我在外面那个小饭馆啊，给您买了一碗猪肝汤啊，来来来来来，您呢，就趁这个热啊，把它给吃了啊。哎，小赵奶奶，老马伯伯，我吃不下。哎呀，吃不下也得吃啊。那个医生说呀，您晕倒了呢，就是身体太虚弱了啊。还跟我说啊，您现在有身孕的人啦，必须要多吃点营养品。小赵奶奶，您现在吃东西啊，可是一人吃，两人补啊啊！这个，哎，您得为小小少爷要多吃一点呐。哎，那再过几个月啊，抱一个又白又胖的小小少爷，哎，老天真是有眼呐啊！哎，让我老马呀，看见郑家四代第四代了，少爷，少奶奶，还有小少爷，哦，他们不知会多高兴哦。老马伯伯，啊，不要告诉他，千万不要告诉他。不告诉他吗？那为什么？哎，小少奶奶，这是大喜事哎！我跟可伦已经离婚了。啊？离婚？哎，小少奶奶，是不是小少爷要跟你离婚的？老马伯伯，你就不要问好不好？
这哎，不行，不行，我非要弄个清楚不可。要是小少爷他不对，我拼这条老命啊，我也把他要抓了来，向小少奶你道歉赔不是。他没有错。啊，那是谁的错呢？谁都没有错。哎，这怎么会谁都没错呢？哎，这一定是要有一个人不对呀。就拿少爷跟少奶来说吧，啊，那大部分都是少爷的错。哎，少奶奶也有那么一点点了，但因为她太好强了，把少爷管的是严了一点，这也不算什么错呀，啊，哎呀，你管得那么严呢，那少爷还不是在外边照样的花天酒地的啊，惹麻烦的出皮了吗？那要是管得不严呢，哎呦，那不知我们这少爷还要变成什么样子了。老马伯伯，夫妻不和有很多的原因，这是你所不能了解的。这好，这个我承认啊。哎，可是少爷跟少奶奶啊分手那么多年，可是说什么他也不肯离婚，他这就说明了啊，他们两个呢还有夫妻的恩情啊。哎，对的，小少奶奶，小少爷他为什么我明白了，一定是为了那个王怡君那个狐狸精，把我们小少爷迷得神魂颠倒。他们本来就是一对恩爱的情侣嘛。我不管他什么什么情侣不情侣的啊，小少奶奶，您呢现在怀的是郑家的后代啊，那我小少爷就不能把您丢下来啊，我现在就是非找他去不可。老马伯伯，不要去找他，不要告诉他。小少奶奶，这问什么嘛？我要成全可乐，成全他们。小少奶奶，您要成全他们啊？哎，可是您跟您的孩子怎么办呢？我可以工作，我有能力把他抚养长大的。哎，小少奶奶，他可是郑家的骨肉啊。等孩子长大，我会告诉他，他是郑家的孩子。少奶，您这是何苦呢？要问了什么嘛？我是心甘情愿，我要看到可乐过得快快乐乐。小少奶奶，您呢？真是太傻了，也真是太笨喽。郑先生，我有事出去哦，如果有电话帮我接一下。好。哎，小帅，走。哎，老五，跟我走。我在上班呢。啊，还上什么班呢？不上了，走。老五，你是干什么嘛？干什么？我叫你去找小少奶奶去。哎呀，我现在没空嘛。不行，没空也得去。小少爷，小少奶奶现在有了身孕了，你知道吗？小少，郑家的上一代已经弄得是妻离子散，到了你这一代还不知道检点，你娶了小少奶奶，你又不要人家了。小少奶奶现在已经怀了你的孩子，有了你的骨肉，你忍心看着你自个儿的骨肉流落在外吗？你自己小的时候爸爸不在家，你比谁都清楚没有爸爸的孩子心里有多苦。我从小
十几岁就到了郑家，我眼看着少爷长大、结婚、生子、夫妻离家，现在我要看见你走上跟你爸爸一样的路，这你叫我死了以后，我有什么脸去见老太爷跟老太太？小少爷，哎，小少爷，哎，你走吧，我永远也不要再看到你。这么多年来，你爸爸对我也没有这个样子的，那是有老太爷没把我当做佣人看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吃那么多苦，我受那么些累，我为什么我？就算我刚才说的话不中听，他你也不能掉头就走啊。我认为做父母呢，是能提供儿女意见作为参考，千万不要勉强他们。哎，你自己就有过这种亲身的体验。幸福的婚姻是要夫妻两个人去认定。下一代的年轻人呢，他们走的路还要长着呢，谁知道会有什么变化呢？这环境会改变，人心也会改变的。结婚的时候人人羡慕，人人称赞，到后来变成怨偶。其实我也没有勉强他，我只是要他做一个有责任心的人，不要逃避。哎，他是个有责任的人呢，至少啊，他在工作上表现可以证明他是很有责任感的。是不是因为他替你做了个决定，替你省了一大笔钱？好，哎，我倒不在于那笔钱呢，而是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来，他是一个有担当的年轻人，有应变的能力。你对他的印象怎么突然间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呢？哦，平常啊，他跟其他的职员一样啊，做些例行的公事，没有什么哪个人有什么比较突出的，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能发掘到真正的人才。哎，若梅，我要重用可伦。少奶奶，少奶奶，老马，什么事情啊？少奶奶，小少爷太没良心了，在这个节骨眼儿，他要跟小少奶奶离婚。哎，老马，你不要啰嗦，你不要以为你是什么董事长，我老马可没看在眼里。我这意思是，我不管你什么意思不意思的，老马，是不是去看过艳荣了？是啊，你们都不去看呢，那我只好多跑几趟了。也幸亏今天是我去了，要不然孩子生下来，你们郑家的还没有人知道了。老马，你说什么？少奶奶，小少奶奶有了身孕了。身孕了？有了身孕了？老马，来，你赶快带我去看吧。好，哎，你去也没有用的。这个时候应该有可伦出面吧？可是，谁晓得他现在哪儿嘛？真是作孽。老马，我们走吧。走。小少奶奶，您看，这是谁来了？妈，不要起来。躺着好了，躺着。
吗？我，你暂时什么都不要想，安心的把孩子生下来。以后，你的生活我会给你妥善的安排。我会自己找工作的。你不要误会，是怀了可伦的孩子，我才会照顾你。我跟你同样的有过这样的遭遇，有切身之痛。我们丢了丈夫的依赖，所面临的不仅是生活上的压力，少奶奶，你也好好劝劝小少爷。该劝的我也劝了，该说的我也说了。艳荣，我一直都不敢来看你，是因为可能辜负了你。我这个做母亲的，又来了，啊！回去了以后不要再来了。爸，我是刚刚从王一军那里来了，我跟他讲，说我和他不会有结果。你真的跟他这么说的？说，我这样会不会太狠？是太狠心了一点。不过我很佩服你哦，你比我有勇气。我对陶虹就狠不下这个心了，十几年来拖拖拉拉、藕断丝连，害了他，也害了我。所以说，有些事情啊，你必须得快刀斩乱麻。我这辈子什么都好，我就是这点差劲，啊，个性太软弱，遇事不能当机立断。这点将来你比我有出息。妈，你知不知道？其实我真正喜欢的还是王一军。那你当初你为什么不娶她呢？因为我先娶了艳荣，而且妈，我跟艳荣是不可能离婚的。再说王一军，他恐怕也不会是个好妈妈，不会是个好妻子，他只能做个好情人，就像可丽她妈妈一样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知道。燕，你跟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爸，我们回家吧。我不回家，你回去。去去回去。爸，我们都需要你啊，尤其是现在。走，赶紧你回家吧，好好的去孝顺你妈去。我呢，这辈子是王二奶奶死孙子，没指望了。要想飞黄腾达什么的，那是老和尚看嫁妆，嘿，下辈子再说了。哎，爸，没有人能够代替你，都已经十几年了，那你要到什么时候才肯回家呢？我不可能回家，我辜负了你妈，也辜负了陶虹，这是老天爷惩罚。让我这一辈子冷冷清清、孤孤单单。你只要回家，把你媳妇接回家，好好的孝顺你妈，让我能听到说你们家里头平平安安的过日子了。好了，我就放心了啊。
正燕蓉很快就会回去了。嗯，是，快他也得你去接他去啊！去去去，就别赖这儿，去去去，把媳妇接回家。爸，去，我啊，我得了，跟你妈说，想想办法，赶紧把可丽接回家去，让可丽在陶虹身边，那无疑是死路一条。这是我这辈子求他最后的一件事情，亏他的，欠他的，我下一辈子变牛变马，我会还的。爸，去去去去，好了，走了，回家。爸，去呀！去去去！情缘何处？不要吃了，妈，还可以吃嘛。天生就不会做家事，想要好好替你做顿宵夜的。妈，真的不难吃嘛。我们出去吃。不要了，妈，不要了啦。想要好好做个母亲，这个就是不是这个料，连做顿饭都这样，这哪是人吃的？妈，你不是喜欢吃海鲜吗？去淡水还是基隆？你决定。走了。妈，我哪里都不想去，我只要跟妈妈在一起就好了。不要替我省钱，你不花，我迟早还是赌掉。妈，你就一定要赌吗？我也不知道。说穿了，人生就是一场大赌。我只不过是押错赌注了，不应该押在你爸那儿。我不像他了。你真的不要出去吃？妈，我明天还要上学，再出去吃宵夜的话，太浪费时间了啦。你们念书的人就知道怎么算计，怎么计算。我就从来不知道要怎么去计算我的时间、金钱。爱干嘛就干嘛，爱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我来收一收，放着放着，别动，我来。你的时间宝贵，去睡觉了。好，妈晚安，我去睡了。妈，你要早点睡啊。Thank you.
看不见你妈不见了。啊？妈怎么会无缘无故的就不见了？我不晓得。那妈常去的一些地方呢？我都打过电话，都没有去过。哎，妈。妈。妈。妈，你到哪里去了？哎。哎，是不是你惹妈生气了？我。你快去看看。你不要跟我说话，妈。可伦又惹你生气了。我刚才去看过艳荣。哦。他还好吧？他住在医院里。住医院？怎么了？他有孩子。啊？有孩子，你呀，你没良心的啊！我跟你说那么些话，你拿起衣服掉头就走啊啊！你还是没看小少奶奶。哎，老马伯伯，那个小少奶奶怀的可是郑家的子孙呢，是你的骨肉啊！老马伯伯，我到现在还不晓得叶荣住在哪家医院呢。哎呀，他就不是住在那儿。不要告诉他。啊，妈。为什么不要告诉我？他现在心情刚刚平静下来，你不要再去打搅他。哎，你为了王一军，你就把他给丢在一边，你还纵容王一军去跟他办理离婚手续。哎，妈，王一军去找叶荣办离婚手续，不是我要他去的，是他自己要去的。我对他好，那是因为从前，我不忍心太伤害他。哦，那你就忍心伤害叶荣，是不是？艳荣很知道我跟王一军的过去，而且是他主动的要我去找他安慰他。有这种事？我从小在这个家里长大，我知道一个孩子没有爸爸有多可怜，我比任何人都清楚，一个没有爸爸的家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家。你呀，就像你爸爸有一张油嘴，永远都会为你们所做的事情做解释的。妈，我要去找燕荣。不许去。妈。老马伯伯，你告诉我老马。我不会输，你对不起小少奶奶，你的命已经注定了跟你爸爸一样，妻离子散。妈，你为什么不告诉可伦呢？他要是有心要去找他，一定可以找得到的。情归何处？
妈。哎呦，你们是真烦呢、啊，这个走了那个来，你们这送殡的车一辆跟一辆。爸，我是来向您道恭喜的。恭喜我？是啊，您就要做爷爷了。可伦的太太燕蓉有身孕了。我要做爷爷了。爸，怎么你还不高兴啊？我怎么高兴得起来？你看我活的这副窝囊相儿。爸爸，我想你应该考虑考虑，回家去了。回家？嗯。等燕蓉把孩子生下来，你可以每天逗逗孩子啊，享受一下含饴弄孙的日子。我不会过那种日子，就算过那种日子，我也不会习惯。妈，我去过燕蓉家了，可是他们都不告诉我燕蓉到底在哪里。你是怎么对待燕蓉的？你跟你爸爸都是被女人宠坏了的男人。妈，你能不能告诉我燕蓉到底在哪里吗？你要是有劲找她，你去找啊。妈，那我走了。嗯。请问你妈在吗？对不起，我妈她不在。请进。妈，没你的事儿，你走吧。请进。离开这里，离开人间，离开可丽。任杰说的对，可丽跟着我，就算是没有学坏，也不会有太大的出息。我这是为了可丽好。像我这种女人，伺候男人我有800多种招数，伺候儿女我不灵。郑太太，我有好多好多话要对你说，可是我现在千头万绪，我真不知道从何处说起。反正有感谢的，也有道歉的。我真的不会说。你就不必说了。
我明白你的心意。过去很多地方都很对不起你。不必说了，过去也不一定都是你的错。是我的错，人家一直到现在，他心里还想的都是只有你一个人。钟太太，我走了以后，我希望你能够让人家回家。回不回家关我屁事。有一件事，你一定要答应我，带可丽回来。唐小姐，你要到哪儿去啊？不一定，滚哪算哪，反正饿不死。那可丽就拜托你了，这辈子欠你的，我如果还不清，我下辈子一定还。陶小姐，我在这世上只有可丽一个人让我牵肠挂肚，交给你，我就可以放心的走。可丽是你的女儿，只有你才是她真正的妈妈。陶小姐，我走了。不会说的，你真的不肯说？老妈，威胁我？你不想让我们夫妻团圆，那就算了。哎，小少爷，是少奶奶不叫我说的。老马伯伯，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听话了？我妈不让你去看爸爸，你还不是偷偷的跑去看？老马伯伯，哎，你可不能告诉少奶奶，是我告诉你的。我发誓。我上一辈子欠你们父子俩的。谢谢老马伯伯。小姐，请问你住在这里的江小姐呢？出院了。出院了。江小姐，快点签了吧。叶柔，你来的正好。叶柔已经怀孕了。
是谁让你来接我的？有一大堆理由逼得我非走不可，最重要的，我走了对你只有好处，这个理由就够了。可丽，回到若梅妈妈那里去吧，她是最好最好的妈妈。不要问我去哪里，不要找我，孩子，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会到什么地方去。好好念书，等你戴上那顶黑黑方方的帽子，等你结婚嫁人的那一天，我一定会赶回来。把你交给我了，我不要，妈，我要在这儿等他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他一定会回来，他一定会回来。姓郑的，上辈子欠你的总算是还清了。我把可丽留给郑太太，这孩子一定不会那么听话，你去想办法，她是你的女儿，我生下她，郑太太抚养了她，你这个做老子的总该尽点心出点力吧，骗回家去，我会念你一份恩情。喝了酒心里不好的时候，也会少揍你两句。要不然，你眼皮跳、耳朵发热的时候，一定是我在骂你这个死没良心的。你还希望他说些什么呢？是，能说的也都说了。这段孽缘就算这么了结了，倒也干脆。你倒想得很轻松，事情还没了呢。这不已经了结了吗？可丽她不肯回家，你去想办法吧。收拾收拾东西啊！
要不要爸爸帮忙收拾啊？没有什么好收拾的，我要在这儿等妈妈。哎，妈不是已经来过了吗？我说的是生我的妈妈。哦，嗨，啊，你说是她，她这个人就这样，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了。爸爸，你既然看不起她，你为什么要跟她在一起，又为什么要生下我？爸爸，妈跟平常的妈一样，知道全心全意爱护她的女儿，不顾一切。可是你呢，爸爸，你对了我又做了些什么？你自己的家庭，你自己的子女，你又付出了些什么？好好好好好，你说，可林，你说，我让爸爸给你帮你做什么事儿？爸，我叫你去帮我找妈妈，好不好？可林啊，爸爸，妈是你逼走的，我要你把妈还给我，我要妈妈嘛，我要妈妈。好好好好，我去找你妈，但是有样啊，我得先把你送回家去啊。我不要。啊？我要在这里等妈妈。哎，哎，你一个人在这儿，你的吃喝怎么办呢？那妈妈一个人在外头，那谁又照顾她吃喝了？那这样好了。那我留在这儿陪你，啊？不要，妈妈走了，我宁愿自己一个人住在这儿。哎，哎呦喂，可林，你这不是胡闹吗？一个年轻轻的女孩子，这……哎，可林，这个房啊，你妈已经还了赌债了，过两天人家就来接收了。再者说了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啊，你妈还年轻。咱们爷儿俩都不能再拖累他了，为了他的幸福，让他走吧。再者说，他走，那也完全是为了你好啊。我知道妈是为我好啊，嗯，可是我也要他好好活下去，不要自甘堕落。是。爸爸，你去帮我找妈妈。这么大地方，我哪儿找得去？我不管嘛，反正你去帮我找嘛，我要妈妈。好好好，我去帮你找，我去找。情归何处？大了，翅膀也硬了，总有一天会飞掉。你有这样的认识就对了，孩子们有他们自己的天体，由着他们去翱翔，我们有我们的。少年夫妻老来伴，如果仁杰肯回来，你应该容纳他。由我出面去找人杰，好吧。妈，我把燕蓉接回来了。妈，燕蓉，妈，妈，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。可伦，陪玉伯伯聊会儿吧，我们到房间去。坐会儿。哎，可乐，哎，正好，我找你有几件重要的事要跟你商量。
是关于你爸爸的。所有的朋友那些个地方我也都留了话了，我已经尽了力了。孩子，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看看我的脚，俩脚都起泡了。哎呦，爸爸，不要找了。知道你不喜欢我赌钱，不喜欢我喝酒，我会听你的话，不赌钱，不再喝酒，不再做个自甘下流的女人。你要听我的，回到郑家去。还有，叫你爸爸也回去。一个年过半百的老男人了，不要再自命风流潇洒。告诉他，他已经是过气的，过气的公子爷了。这世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倒霉的桃红。何丽，跟爸爸一块回去吧。我会好好的活下去，说不定过几年我在露面的时候，会像你的若梅妈妈一样体面，一样的有气质。我知道那也许是不太可能的，不过我会朝着那个目标去努力。这样，你该满意了吧？知道你总有一天会回来的，妈。哎，不要逃避我，逃避你，你算哪棵葱，算哪头蒜。我不是葱，也不是蒜。我是找你来摊牌的。摊牌？哎，若梅已经答应了。哎，可伦的太太怀孕了，可丽也回家了。哎，若梅在你们郑家付出了半生的心血，
他也该功成身退了。他答应跟我一块出国了，哎，你一个人可以回家跟孩子们团聚了。等你那个小孙子出世了，你没事的时候，一个人抱抱孩子，喝两杯小酒啊。哼，你在外边闲荡了十几年，这种日子嘛，苦头也吃够了啊。我会给你一笔钱的。不必了，我不要你那个臭钱。这好歹若梅是你的老婆嘛，我多少要补偿你一点。用不着，只要她愿意，你带走。哎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当然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我说的我负责。爸，爸，哥，好，好，你们来的正好。他这儿说了，你妈要跟他走。哦，哎哎哎，任姐，我特别要声明一点啊，我这个人为人处事的原则就是不夺人所好。这个若梅是你的老婆，你不要了。谁谁谁说谁说不要了？我说来着吗？谁说不要了？那你干嘛一个人住在这儿十几年不回家？我住这儿那是我自个儿的事情啊，你管不着。爸，我和姐夫啊，刚刚我们来以前，我们在家开了个家庭会议。家庭会议？哎，嗯。可丽和可心他们都已经同意了，说为了妈后半生的幸福，希望爸爸能够回家，希望爸爸能够回家一趟，办理离婚手续。哎，哎，你们怎么可以帮着我做决定啊？于伯伯先请好了律师了，说爸爸已经十多年没有履行丈夫的义务，已经构成了离婚的条件了。你们爸，这既然你也不是很爱妈，那就让妈走嘛。这个妈走了以后，您可以搬回家里住，让我们尽尽孝心呢。啊，不必。哎，哎，嘿，怎么会有你们这一群不孝的东西？还有你们逼着你爸爸跟你妈离婚的呀？哎呦喂，我真没见过，这世界上怎么会有你们这种不孝的畜生？你怎么能怪孩子们？哼，他们都长大了，他们已经分得清楚谁是真正对若梅好的人。走吧。您签字吧。哎，老马，你怎么？哎，少爷，他们都说的对呀、啊。您呢，既然不要少奶奶，你又何必耽误他？那不行，我得问问若梅啊。哎哎，不用问。哎，怎么能不问呢？我们俩才是当事人呢。问你自己啊，可伦的媳妇都已经怀了小孩要生了，马上咱们就要升格做爷爷奶奶了。你看这做爷爷的奶奶的，到现在还要闹离婚，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？哦，我的丈夫十几年都不回家了，难道这就不是笑话吗？对不起，我向你赔罪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错了。
你只要答应你不跟于天泰走，我求你，若梅，我跪着求你都行。哎，你，哎呀，你赶快起来嘛！你不答应我，我就不起来。哎呀，你这样子，你不怕给孩子？孩子。哎，爸，今天是您和妈结婚30周年纪念，我们特别安排好了今天让你们团圆。哎，这是谁出的主意？是我出的主意啊。哎，你个老小子啊，你是头顶上生疮，脚底下流脓，你坏透顶了。哎，我在若梅面前赔个不是是应该的，你不应该在孩子面前让我出这洋相。哎，不这样你肯向若梅认错赔罪啊？哎，就不是少爷啊，两条腿可都跪下了。来呀。哎呦喂，老马，这少爷夫妻嘛啊，这摆什么架子啊？还要什么面子啊？哎，仁杰，我恭喜你们夫妻团聚，一家团圆。谢。天泰，什么时候走啊？今天下午的飞机。他到哪儿？回曹局地。哎，那你这公司呢？国内的业务都交给可伦负责了。以后我会常回来的。一路顺风。你也多保重。哎，任杰呢？哎，在那儿。千里送鹅毛，这是你喜欢的，不成敬意。哎，还这么客气呢。哎呀，好，谢谢谢谢，一路顺风。谢谢谢谢。哎，哎，你们都请回吧。啊，不送你上飞机啊。哎，不要客气，来来，走走。哎，好。上学，我先回房睡了。好，爸爸晚安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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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，我明天一早要上班。哦，那我们先睡了。那早点歇着。爸晚安。晚安。
有什么好笑的？